好，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，我是杜真林。Agenda 子公司 UEMS 方案获得新合约，为新加坡卫生部重组后的医院提供支援服务，包括病房清理以及护工服务。丰隆投行研究正面看待这项新合约，但是并不感到意外，因为管理层一直明确表达有意发展本地和区域的保健业务。 来自新加坡卫生部的合约，除了有助提振盈利，更重要的是验证了该公司在公共领域是具有竞争力和信赖度的伙伴。丰隆投行认为，这项合约赚幅稍微低过业界，因为整个商业环境非常竞争，加上合约为期三到五年，有别于卫生部先前搬出的合约都是两到三年。新加坡保健领域再度活络，这份合约象征新的开始。 而且今年还陆续有来，行家维持买入评级和三令级五十八仙的目标价。